吃吗？那种当然要很大一点的汤匙。好吃吗？小鼎，好吃吗？哦，大家是南方澳的妈祖庙口绵绵冰，你点了什么口味？现在我也要喝一香蕉口味，好吃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不好，你要先买一些。而且我们在海边的渔港旁边吃，好幸福哦。你买拿那个。你看这两个人还在讨价还价，还在吵要怎么分冰。秘密。秘密啊、它这个碗我在看了，我不吃了，还没。好，刚才我这里有凸起来了，哎呀，不吃了。我们就在渔港，来一半，我不吃了，你阿宇，别再帮我吃，我吃了汤匙哦，我吃了汤匙哦，谁？